接下来邀请大家翻开圣诗295首。第78首。
说，这群人配合度实在太高了，真的很不容易哦。好，所以原来在圣诗里面搭配的鼓，搭配一些节奏乐器，可以让你唱起来的感觉格外的不同。所以呢，我们谢谢啊，以上这些组。